万科中心呢，是万科目前最绿色的住宅。我们建了这个大楼，但是我们还给这个地区一个公园。其实我没有占用这个土地，我们把它架在桥上了，整个绿化面积超过原来的绿化。我们这个楼里面还有一个特点是只有竹子没有木头，竹子是环保材料，我们没破坏这个小气候环境，我们对周边呢又非常友好的相处。尊敬生命的不屈，同时也看到了为人而存在的建筑本质，所以建筑以人为尺度。我们更应该尊敬自然，在生态脆弱的今天，我们的建筑更应该与自然共同生长。万科以建筑的形式向生命致敬。